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78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，有密宗最重法大菩提心，其教典菩提心意云：菩提之心，成佛之本，大事因缘莫过于此。大事因缘是了生死、出三界、成菩提的意思。成菩提就是成佛啊，转凡成圣呢，这是大事。大事因缘呢，无过于此了。前面跟诸位介绍过，菩提心就是真心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一丝毫没有欠缺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释迦如来、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真心。同一个自信，真心就是自信，就是本性，就是法性，就是法身，就是法界。这个名词在大乘经里面有几十个，也叫第一谛。那佛为什么一个名词说这么多的术语啊？这个是教学的方便，教学的善巧，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执着它，你就错了。不能执着，懂得意思就行了。啊，所以开经记上说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四义法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一义不一语。我们一是一义，语言长说、短说、深说、浅说、多说、少说没关系，要依他的意啊。这些言语到底说的是什么，你能把这个听懂就对了啊。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听教，听教就是听讲演啊，听讲经叫听教，不执着言说相，不执着名字相，菩提心是个名字。不执着心缘相，我想一想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想就错了啊！一直听下去，
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了别去理他。怎么办呢？第二遍再来。中国古人讲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念到一千遍什么意思自然明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为什么？一千遍呢，你心入定了。入定就是什么？你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，没有了，那就是真心现前啊。真心能含一切义，真心能明了一切义，自然明了，不用学的。只要你真用真心，没有学过东西，你一看就懂了，一听就懂了，一接触就懂了，彻底懂得了，这妙啊！所以东方人教学，自古以来是教你开悟啊，不是教你记得很多啊。记问之学，东方人不取。东方人教你智慧啊，开悟就是智慧现前，不是知识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智慧能解决问题。你看，智慧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。慧能大师开悟了，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！自信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智慧。第二个德能，第三个相好。用这三个名词，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万法，通通包括在里头。这就是说，为什么叫你明心见性？只要一见性，全宇宙万事万物你彻底明白了，不用学的全明白了。这个重要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菩提心是成佛之本，真心呢，不要用妄心呢。处事待人接物何必用妄心呢？妄心就是自私自利，就是名闻利养，就是贪嗔痴慢，都全是妄的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外面的境界现象也不是真的，刹那生灭。现在这桩事情，我们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些了。看到近代科学家的报告，宇宙当中所有的现象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是起心动念，叫自然现象，不外乎这三大类。这三大类，科学家今天知道了，发现了，全是属于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。整个宇宙是波动现象，很高的频率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，
产生出三种现象。这三种现象就是大乘教里头阿赖耶的三细相，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，转向也叫性息，科学家称为性息啊，就是念头啊，精神现象。第三个就是物质现象啊，三个现象从哪里发生的呢？第一个就是自然现象，波动产生的，没有理由啊。佛法称为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无明就是波动。为什么会有波动？一念不觉，一念觉，波动就停止了，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一念不觉呢，就是迷，所以迷是动的，觉是静的，像水一样。佛法里面常常用水比喻心，表法用水代表心啊，供佛什么都没有，供一杯水啊，水什么？水是真心，水干净没有污染，代表清净平等啊，没有污染是清净，没有波动现象是平等，它能照见，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境界都照在里面，那叫觉啊，照见。啊，用这个来代表，所以供一杯水意思就是叫我们常常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啊，照见一切万法，像心经上所说的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就是自然现象、信息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都是空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。近代的科学发现物质是假的，物质怎么来的呢？物质从念头来的啊，是念意念波动产生的一个幻象，我们叫它做物质啊，它是刹那生灭，能变的意念的波动现象，所变现的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，能变所变都不可得，因为它都没有离开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频率，它没办法离开这种现象。在哪里？就在眼前因为它速度太快了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听不到，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，连念头都想不到啊！诸位想想看，
1600兆分之1秒，我们念头能感觉到吗？没有办法感觉啊。真的这个变化了，就在我们面前了。一切法不离当下，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当下就是啊。这个话要对谁说呢？要对八地以上的菩萨说。为什么？他能捕捉得到他那个定功，他那种清净平等觉，1600兆分之1秒他能捕捉得到，这个很厉害啊。那我们凡夫啊，一般人常讲粗心大意，真的，我们真的是粗心啊。不但我们粗心，声闻缘觉也不行，全教菩萨也不行，一定到法身菩萨，他才能知道这回事情。可是真正能亲自见到啊，亲自证得这八地以上，只有五个位次：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。这五个位次能见到啊，其他的见不到。妙啊！啊，这是宇宙的奥秘啊。啊，佛虽然揭穿了，没有人知道，说出来没有人懂，啊，听的总是含糊笼统。我们也搞了几十年含糊笼统，啊，一直到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我们看到这报告了，原来跟佛讲的是一样。一桩事情啊，这用科学来证明，我们相信了，不再怀疑了。这个事情好不好呢？不好。科学叫我们是不怀疑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有疑情才有开悟，疑情没有了，开悟的指望就没有了。所以科学呢，把我们这种开悟啊，这个缘呢，打掉了。佛法为什么不用科学？我们就活，就明白了。用科学之后，没有一个会开悟的。啊，你能知道，你能承认，不怀疑了，不怀疑就不开悟了。这种教学法在大乘里都不许可的。有疑才能开悟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帮助我们开悟。啊，大乘修学最高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所以说成佛之本呐、啊，大师因缘，莫过于此啊。又《菩提心论》云：“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。”这一句很重要。
为什么？一切诸佛功德法，这无量无边的功德法，都是菩提心所现的。菩提心所成就的，离开菩提心哪有功德法啊？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像佛一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法？我们不会用真心呢，我们用妄心呢，那就永远不会。妄心跟功德法是相违背的啊！妄心成就的是什么法呢？是一切善恶无记法，妄心成就的善法现三善道，恶法现三恶道啊，无记法就是非善非恶，说不上善恶，它增长无明，也不是好东西。啊，佛教我们通通放下了。善恶无忌都放下，啊，用真心，真心能成就一切功德法。所成就的一切功德法，就是全宇宙。啊，如果用净土的话来说，就是极乐的四法界，啊，极乐世界，四土就是四法界，同居土、方便土、十报土、常寂光土，用真心。就是诸佛如来一切功德法，用妄心就是我们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妄心变的，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主啊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分别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啊，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是这个，这个东西制造六道轮回，制造十法界，你怎么能出离六道啊？所以称它做烦恼法，烦恼法的对面是功德法啊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劫来无量功德之所成就，故修真出现。那我们今天要修要真，修是什么呢？修就是放下，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八万四千法门用一句话把它说干净就是放下，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你放下的啊！我们现在用这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用了但是没放下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证得。
如果我们用这阿弥陀佛真放下了，其他念头全没有了，叫放下。还有别的念头你没放下啊，天天念阿弥陀佛，还有别的念头啊，念到了纯一无二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叫放下了啊，那叫修，那叫功啊，那叫正，这都出现了啊。我们所以修，修不放下了，那个修是修世间的福，修善是修福啊，善是因，佛报是果啊。念头不善，那就修三恶道啊，念头善先修三善道跟佛不一样，佛的修是放下啊，用一个法门专修一个法门，用这一个法门把所有一些杂念妄想烦恼习气全部把它排除掉，这叫修啊。真正一切放下果上就一切成就，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大家不知道放下的好处啊，不肯放下，放下好处太多了。真正放下之后，你无所不知，你无所不能啊。为什么？自信里面智慧已现前了的能现前了，相好现前了，你证得大圆满了啊。那凡夫烦恼习气重，不相信啊，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。为什么修那么长的时间得不到像经上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？什么原因？半信半疑。你说他不信吧，他很相信；你说他信吧，他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。那是什么？那就是疑。疑要是断掉了，叫真心啊，他的杂念没有了，妄念没有了，真心还有这个东西存在，不是纯真，是带着妄，带着妄修行，不能成就功德啊，还是世间的善恶业因啊。我们常讲的福德啊，行善行善修福德，不是功德，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啊，福德不能了生死，出不了三界，总得要清楚，要明了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修正出现了，至少也得像印光大师一样。啊，印光大师当得起这一句话。修正出现你看这个老人头脑都清楚，文朝里都所写的
把这个世间看透了。这个世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他讲得多清楚，多明白了。如果要能听他的话，遵守他的教训，我可以说保证不出十年，世界和谐了，天下太平了。我们这一个国家都能遵守印祖的教诲。我相信只要五年，我们的社会安定，一切混乱都消除了，人心清净了，社会和谐了，国家上轨道了。中国人讲的大治啊，太平盛世它就出现了，顶多五年呢。从什么地方做起呢？从全国人认真学习孝道，从孝顺父母、尊敬长辈做起。叫什么呢？叫弟子规就行了。弟子规落实儒文化，感应篇落实因果的文化，十善业落实佛教文化，回过头来看看老祖宗，千万年来，中国这一块宝土，长治久安呐。多历史就知道啊，那个末代皇帝不守法，贪嗔痴慢，只知道自己享乐，不顾民生疾苦，就会被人推翻，所谓改朝换代。那新一代的帝王把动乱平定之后，
厌恶修文，一般是五年治理左右，政治就上轨道了啊，就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，就动乱的时间短啊，太平的时间长啊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？用儒释道，一般是用儒治国，用佛教民啊，佛讲真诚慈悲，把老百姓全教好了啊，用十善业道，三规五戒，我们常讲的三福六和，把人民教好了，用道教的依归，祭天地山川，祭祖先啊，儒释道三教都派上用场，天下大治啊。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家庭教育、因果教育啊，而因果教育里面佛讲的很多，讲的很透彻，但是佛教不把这个当作一门主要功课，啊，所以我们讲的在因果这方面不如道教，道教比我们讲的多啊，佛教里有没有？有。材料比道教还丰富，没人提倡。啊，我们早年做了这个工作，有几位同学，我是请他们用两个星期查大藏经，把大藏经里头有关因果的东西统统把它抄出来啊，结果有20多种经论啊，把这个里面有关因果的抄出来啊，这么厚一本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，注经佛说因果汇集啊，汇集成一本，比道教讲的圆满，因为道教讲果报讲的多，很多果报没有说什么因啊，佛经里头有因，有因有果，都能对照起来。这个东西好啊。啊，早年我请江老师画了一幅地狱变相图，是依道教玉历包抄做基础画出来的。画出来以后我才想到，我说佛经里头一定有，果然找出来了，希望将来有人呢再用佛经这个地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，佛经上所说的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人要真正知道因果，
相信因果，不敢做坏事啊。做坏事有报应啊，报应太可怕了。所以印祖说，因果教育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大权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诸佛菩萨圣贤对于世间人作恶都束手无策，怎么教怎么办？啊，今天就是因为社会不讲求因果，不相信因果，世界乱了，乱到最后无法收拾。啊，你所倡导的是不信因果，现在你要再信因果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怎么能取信于民呢？那不要因果，又社会没法子收拾，这四灾两难啊，真难。你问我，我也想不出方法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相信因果。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，我相信是我的事情，我真相信。啊，这个世间人还有一部分人相信的。你问他为什么相信，他亲自看到的。啊，我也是亲自看到的，不亲自看到我不相信。啊，是信心的建立啊，是今天第一桩大事。啊，建立在孝亲。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父母之恩呢。要讲透。父母跟老师要合作啊，不合作这小孩教不出来啊。古时候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，老师教孝，父母教敬，啊，才能把这个小孩奠定圣贤的根基，叫扎根教育。啊，修真出现就能为一切众生的导师，导师就是佛，佛就是觉悟的人，就是一个明白人。众生不明白，众生迷惑，明白人觉悟的人要帮助他，要教导他。若归本呢，这是密言土，不起于坐，能成一切佛事。啊，密言土
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，在第六页，密言过就是密言图啊，戒名大日如来之净土，密宗称为大日如来。密言经即金刚顶，一切语指经书为金台两部化身之一处，华严经所设之华藏世界，净土门所谈之极乐世界，皆为此之一面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说明白了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、密言世界原来是一个世界。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名称不一样，修行的法门不一样，修成功了回到那个地方再一看，原来是一样的。啊，你到你的华藏世界，你到你的极乐世界，他到他的密因世界，最后见面都在一起。啊，才知道这是佛菩萨善巧方便，每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到最后完全相同，你才晓得。这个时候你在佩服佛陀的慈悲，佛陀的善巧方便，不进去不知道，进去完全相同。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啊。于是我们想到其他宗教讲的天堂，讲的乐土，又何尝有两样呢？啊，净土里面有同居土，有方便土，有十宝土。啊，那是每个人修行功夫前身不相等啊。有这些阶级，像我们同样这个业力到这人间来啊，六道里头的人生影业相同啊，啊，影业什么？佛家讲的无极，儒家讲的无常，仁义礼智信，过去三中修这个修得不错啊，啊，这个善因就是生到人间，可是生到人间我们的贫富贵贱不一样，啊，满业不相同啊，引导你这个业相同，满业不相同啊，幸愿持名
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影业。满业什么？满业是你放下多少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在极乐世界品位越高。你放下的少，你在极乐世界的地位很低，就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极乐跟其他的又不一样。其他不带业，净土是准许带业往生的，因为带业，所以才有凡，才有同居土，才有方便土。华藏没有带业的，华藏没有听说有同居，有方便没听说。密言也没听说，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华藏跟密言，他们修学的程度比我们高，啊，标准高，我们没有他那么高的标准。啊，但是经宗特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愿力加持，虽然是同居土，同居天人身份呢，得到佛力加持，也做阿惟越致菩萨。这就不可思议了，这就超过了密言，超过了华藏。这一点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华藏跟密言，我们这一生未必能成就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，60年这么长的时间，中国人口13亿，修密宗成就只有6个人。你就知道难了啊！而且念老告诉我，这6个人呢，往生了，往后呢，往后没有了啊！告诉我，修禅修密都不能成就，往后修行能成就的，全靠净土。啊，所以黄念老修过禅，他的老师虚云老和尚，他修过密，他是密宗金刚上师。临终的时候，他不实现密，也不实现禅，他实现净土。啊，一天念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，他走了，他往生极乐世界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啊，这样的大德，啊，跟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同宗同教，显密圆融，到最后一招呢，念阿弥陀佛。求生净土，这做给我们看的，无尽的慈悲也。
为末法众生做证明，做实现。啊，不仅仅是说，现身说法，啊，告诉我们，这底下说，密因者，以三密庄严之大曼陀罗道场也。啊，不空三藏。是唐朝时候人啊，他所翻译的密严经啊，上卷说经此世界名为密严，世中菩萨了，谢于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无想有情之处，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，焚烧色坛，即以无明，转所依止得以成神，神足力通，以为眼识。啊，这是说修密宗的。这些大德啊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在欲界，在色界，在无色界，在无想天，在有情之处啊，他们修定，三摩地是定啊，从定开智慧。何时做比喻啊，智慧开了才能够破对色身的贪念以及贪嗔痴慢疑的烦恼，乃至于无明烦恼，智慧能断了。智慧像大火啊，把这些烦恼都烧掉了，转所以得一成神啊，转所以证，这是用定慧转过来的啊，得一生神，神通智慧利用以为眼识啊，他们明心见性，他们具足了三明六通六月欲界、无色界、无想天等天宫，如来回忆出啊，二王密严住啊，这是如来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、无想天这些天宫，这里头也有有缘众生，众生有感，如来有应的，应化四遍，如来到哪里去了？而往密严处，他回到他自己的净土啊，这桩事情。跟极乐世界一样，阿弥陀如来、大日如来、
毗卢遮那如来、卢舍那如来、他们都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，十方世界众生有感，他们统统都有应。啊，应用什么声音呢？应声。啊，叫应化声呐。应化声的事圆满了。帮助这些众生问题解决了，自己知道修行了，佛菩萨就归位了，佛回归常寂光了，菩萨回归十八土。啊，诸佛菩萨的事业如是，没有别的事情，全是为了教化众生，对于众生世间没有丝毫贪念，啊，所以教学四逼他就回去了。一字难思定啊，这是一自己可以说这个难思的定啊，就是自心本定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心本无动摇，这一句话就是讲的自心本定啊，五句里头的第四句啊，现于众妙色，色相无有边呐，非于所能见。极乐庄严国，世尊无量寿，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。啊，说明确确实实十方世界啊，有人在加个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也发生了，一心一智慧，列无为也然。你说他是一尊佛变现的，可以讲得通。你说是诸佛夜夜修成的，也讲得通。啊，为什么？你看的都没错。啊，你所看的都不是真相，你只看到真相的一面。古人比喻作瞎子摸象，说的都对。啊，你要是全部都看到了，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。见与不见都如如不动啊。啊，这就是其入境界了。啊，金刚顶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为此佛刹敬以金刚自性清净所成
密言化在化言呢、啊。啊，金刚是比喻，坚固不坏，永恒不变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。自信没有任何现象，所以它不坏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所以它永恒不坏。它永恒不变。啊，那么在显教里面称为化言，在密教里头称为密言，是一不是二。二教论曰：密者金刚三密。啊，这个三是深可义，化者开敷觉化。是比喻莲花，言者具种种德，万德庄严。啊，这个德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见性的时候，自然现前。啊，不见性的时候见不到，实在不是见不到。不见性的时候变质了，阿赖耶能变，心生心现的这些相啊，是所变啊，所以阿赖耶在里头的时候就产生变化，把菩提变成烦恼。菩提是智慧，智慧迷了就是烦恼，所以烦恼跟菩提是一体。觉迷相用不同，啊，他觉悟的相是万德庄严。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好有无量光。这是觉悟的佛的身相。迷了是凡夫。啊，那个好全不见了。相好都不见了。皆是由心相生，由心想就是迷，你受的身，十法界的身，六道的身，你要是觉悟了，一念不生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了。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万德庄严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就都显现了。啊，一迷了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啊，相变成六道有漏的这个身相，智慧变成了烦恼。啊，德能也丧失了，
都变成无能了。啊，你才晓得阿赖耶对我们产生多么严重的伤害。所以佛教我们把它卸掉。那是个虚妄的根，染污的根。啊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恢复自信清净心。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。这就对了。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用它用得太久了，养成习惯了，不知道它是错误的，都以为它是对的。啊，真的，佛眼睛看一切众生，没有别的，错用了心。本心具足的智慧的能相好，完全迷失了啊！啊，佛在一切经教里给我们说出真相，我们不相信呢、啊，说假的相信，假的在面前。说真的不相信。花开悟教啊，这讲开悟啊，大彻大悟啊，大方光明。啊，才真正见到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，充满了法界。啊，变法界一真庄严，你真见到了。啊，这一恒沙福德，尘宿三密，庄严圣土。啊，尘宿说不尽。啊，大乘里面说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这身相。啊，土呢？我们居住的环境呢？土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啊，居住的宫殿，宫殿有无量宝，宝放无量光。啊，为什么是无量的？因为自信没有量，自信是无量的。啊，所以觉悟之后，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，啊，所以都是无量啊，啊，是名曼陀罗，啊，曼陀罗是坛城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道场。修学的场所，教学的场所，弘法的场所，啊，度众生的场所，就叫做曼陀罗。于且
经钞上说，是说两部法身所依土，密言华言华藏也。啊，两部就是圆满，显教里面称三藏。啊，经律论三藏，密宗也是这个分法。啊，经藏。跟论藏，称干主、单主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大乘八万四千法门，修成正如，都是在华严华藏。啊，学密的称之为密也，啊，实际它是一不是二，啊，用的方法不一样，达到的目的地完全相同。所以不起于坐，能成一切佛事。在经中好像比这个更殊胜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世尊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，因为极乐世界往生的人证得的是法性身，居住的是法性土，身体健康，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，精神永远饱满，那我们这个世间形容为禅悦为食，啊，色界天以上的人就不需要饮食，没有睡眠了，靠什么养身体？禅悦。在极乐世界也如是，啊，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没有了，你连念头都没有，不但没有这个事，念头都没有，都断掉了。啊，每一天听经不中断，法喜充满。所以你进入讲堂，你离开讲堂呢，离开讲堂就成佛了。你没有成佛不会离开讲堂，离开讲堂就毕业了，就成佛了。
到哪里去了？到长吉光去了。啊，那么每一个人离开讲堂的时间不一定，有人很快离开了，有人很久才会离开。啊，那就是你开悟的程度不相同。啊，但是虽然身体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，你有能力分身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，化身去的。化身管不管用？管用。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！你真到那边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啊，听经是开智慧呀、啊。所以多少人教你啊？教你的人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不是菩萨，是诸佛如来教你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你的老师。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啊？走遍虚空法界，你找不到啊！只有极乐世界有。所以，能不到极乐世界吗？你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往生净土那个心就定了，不再怀疑了，不再动摇了，不再去想其他的了。你一生就能证得究竟圆满。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遇到要不掌握到，对不起阿弥陀佛，对不起一切诸佛如来。为什么？佛在这个经里头多次告诉我们，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的人，能信、能发愿、能念佛求生，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。我们这次有缘遇到，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，让我们能相信这个法门。能发愿求生啊，这种诸佛加持里无量诸佛了，我们真发心真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，这无量诸佛欢喜啊，啊，他的加持得到效果啊，没有唐娟呢、啊、欢喜一定要成就啊！我们的家亲眷属不但这一代，过去世生生世世啊，父母兄弟眷属现在散居在国道啊，我们成佛了，我们的天眼通通能看见，通通能记得，
有缘都要帮助他，有善缘的帮助他，有恶缘的也帮助他。啊，只要是有缘，普度啊，不是，你真有能力了，啊，有智慧，有德能，啊，帮助他们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。这个方法无比的殊胜，这个方法真真有效，能起一切众生的根性啊！所以我们成就了，会有很大很大一批人跟着成就。啊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。这就是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。又赞菩提心曰，若人求佛慧，通达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，俗证大觉位也。大觉是如来，大觉是成佛。啊，意思说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用父母所生的这个身、肉身，就能成就究竟如来的佛果。说明菩提心重要啊！菩提心要记住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我们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都用这个心。用真诚心，清净不被污染啊，不受外头境界影响，清净平等，没有高下啊，有高下傲慢就生起来了啊，高是别人不如我，下是我不如别人，这个念头都没有，叫平等心。平等心是真心，高下是高下是分别心。啊，没有分别，平等心现前；没有染污，清净心现前。染污里头最重的情执。啊，明文利养、贪嗔痴慢都是染污。啊，没有这个念头，为什么？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般若经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我们真正能够常常用这个来关照，清净平等就显现。啊，清净平等，自然就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转烦恼为菩提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
你没有障碍了。啊，为什么别人能够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？没有别的，他彻底明了一切法不可得。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在一切法里根本就不起心动念。啊，他处事待人接物，一片真诚、智慧、慈悲，自然流露出来。啊，虽流露出来，依旧没有起心动念。高啊，是自信自然流露啊，这是诸佛如来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。下面这一段在179面第三行，又注经之王华严经云，这华严经称为注经之王啊。这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妄摄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业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没有菩提心，修一切善法，在世间上好啊。他果报什么？天上，享天人福报啊！啊，在人世间。做大官发大财啊，这都是什么？没有菩提心修诸善法啊。为什么是魔业呢？做大官的会不会傲慢？发大财的会不会贪念？很容易犯啊。所以他在享福当中他造罪业，那佛讲经了，不善的业成熟了，他就堕三恶道去了。这叫魔业啊！你从因果上去看就晓得了啊。他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高的地位，造不了那么重的罪业，他不堕地狱啊。只有做了帝王啊，杀人不要偿命啊，普通人杀人要偿命啊，他杀人不偿命啊，发动一个战争不知道死多少人啊，不偿命啊，但是死了以后要偿，活的时候没有人叫你偿，死了之后阎罗王要你偿，要你到地狱去受过报。啊，所以华严经上教给我们，不许佛弟子发这样的心。啊，发什么心呢？去做帝王的心，做将相的心，做大官的心，都不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嗔业很重，不希望弟子有大的财富。为什么？增长贪心，来世是恶鬼道。啊，嗔恨重，杀人多的是地狱也。
佛说得很清楚啊。佛讲因果不是讲两世啊，讲生生世世。什么是善？生生世世都善，这叫真善。这一生善，来生不善，不是真善。这一生有福报，来生没有福报，不是真福报。啊，这些只有佛，只有菩萨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让我们真正把妄念放下，法性之要不可不言可语啊，说明发菩提心重要啊，非常重要，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，看注解，一向专念者啊，发菩提心就讲到前面了啊，这讲的下面这一句，一向专念，一向二字有数意，有好几个意思啊，这里给我们举了五个。第一个，朝向一方前进，这是一项。第二个呢，偏向一边，那也是一项。第三个是一位，一位的意思。第四个是总是的意思。第五个是一段时间，这都有一项的意思在里头。故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即专，就专的意思，恒，永恒啊，依靠，止于一处，止在这个一念上。所以你看这有四个意思，专念、恒念、依念、止念啊，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啊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一向专念，本语弥陀本愿第十八，十念必生之大愿，弥陀因中发十念必生大愿。故行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，圆证不退之妙果。这一段话很重要。啊，一向专念从哪里来的？是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来的。啊，第十八愿说的是什么？这里举出来了。弥陀因中发十念必生的大愿，这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。故行人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必得往生净土。那么生念必生，生念怎么讲法？啊，到四十八愿的时候，会有很详细的说明。啊，生念当然是
临终最后这个念头啊，临命终时人的心愿是念佛是求生净土，就必定得生啊，生念一念都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有些人听了这法门好哎，临终十念能往生，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干，到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，有没有道理啊？有道理啊！真能往生吗？真能往生，阿弥陀佛本愿如是。可是你要问问你临命终时能念吗？临命终时你还能记得阿弥陀佛吗？这就难了。如果临命终时，很多临命终时病重的时候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大家帮你助念，你都不能跟，可能你还讨厌，还得骂人。啊，这个事情我们见到啊，亲眼所见的。我出家的时候，在圆山灵济寺，灵济寺有个念佛团。啊，那个团长是个老居士，福州人，姓林。啊，平常每一个星期他们共修，就在灵济寺这个道场。他们是灵济寺的护法，啊，在道场共修，他自己当维诺，念佛念了几十年。法器巧得好，会教法器啊，可是临终之前病重的时候他不想往生，他怕死，他教大家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病好啊，不要让大家念佛。你说临终怕死，对这个世间贪念啊，到最后走得很不好，这我们亲眼看到的啊，天天劝人念佛，到最后自己落得这个样子啊，世间放不下了，我们到那个时候能放下吗？你有把握吗？所以一定要知道，那是最后的关头，不可靠。啊，我前面一堂课报告的这往生那个居士，他太太见到阿弥陀佛，都是求生净土啊。阿弥陀佛问他要不要去，他不敢答应，结果佛走了。走了之后后悔啊，啊，为什么佛一问他就问的，就想到他的小孩那小孩怎么办呢？不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可不能牵挂了，一牵挂就把他拉回来了啊，可是他先生听他讲这个故事呢，先生的信心坚定了，是吧？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有往生这回事情，他就真看，天天加工永恨，啊，不让他太太知道，走的时候根本不说，他
他没障碍。啊，留下遗嘱，不跟你讲，站着往生。啊，这聪明人呢、啊？啊，所以对这个世间确实一尘不染，我们才能去得了啊！啊，身体呢，不要去照顾身体了，身体丢掉了，啊，连身体都不要不照顾了，其他的就好办了。啊，什么都随缘，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才能成就。啊，一切随缘，不攀缘。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成功。所以决定不能有侥幸心。啊，自己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，可以待业。临命终是生念，啊，这个是决定不可靠，自己欺骗自己。现在就要真干了，随时可以往生了。什么时候佛现前，我就跟他走啊。问我有没有留念，没有了；还有什么牵挂的，没有了；有什么交代的，没有了，通通没有了。这马上就走了，有一念牵挂了，就把你挂住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所以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所以要舍。啊，特别是有需要的人，贫穷的人，苦难的人，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反正我们要走了，统统各留给你们。啊，不要有任何牵挂，有任何惦念。啊，所以发心，发心真心。与西方有极乐世界，真信有阿弥陀佛，我愿生西方，我愿意追随阿弥陀佛，向他学习。啊，这样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就必定得生。说经中上辈、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，皆由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。上中下三辈都同样的。啊，所以发心重要，真心、真愿。就是无上菩提心，盖以果觉因心。啊，这个法门是把阿弥陀佛果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。这是很特殊的例子。啊，一切法门先修因后修果，这个法门是先用果觉做因心。因果同时啊，就近方便啊，
不是普通的方便法门全显弥陀，一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不可思议之微神功德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我们凭什么往生？凭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。我们只要真发心，现前每一句名号都具足阿弥陀佛不思议的威神功德。现在就是啊。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果德啊！临终一般都是寿命到了，佛来接应；寿命没到，行不行？行。我念佛，我求生，我就想往生，想早一天往生，我还有寿命，不要了。啊，可以通通交给阿弥陀佛做主。阿弥陀佛要我多住几天，行。啊，多住几天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很清楚，要我们表法给别人看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除这个意思之外，绝对没有第二个意思。啊，那我们就做个表法给大家看嘛。啊，如果没有必要，佛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缘，那别人不相信我嘛，没有这个缘。我们寿命不要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，我天天都想去，这样好啊。啊，有留的必要。我相信我留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实在讲，我什么长处都没有。啊，大概只有一点，学佛到现在61年了，没中断。啊，54年讲经教学没中断。我讲过很多经论，最后讲这一部经，得做个好样子。啊，我的选择。不是随便选择的，不是外行选择的。啊，我有这么多的经验，让大家可以相信，大概就表这个法。啊，把夏莲老的法、黄建祖老居的法表得更圆满。你看，一个汇集经，一个汇集注解，那我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。修成功了啊，大家相信不再怀疑了，应该就是这样的了啊。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做啊，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世界还能活多久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去问阿弥陀佛，他知道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，我什么时候就走，再没有牵挂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